下午好，欢迎收看2022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常规赛第三轮的赛事直播，我是贾刚璐。今天非常荣幸能和著名国手丁烈老师一起解说，丁老师好。小贾好，棋迷朋友们，大家好。那今天呢，咱们还是挑选两盘焦点对决。对，其中第一盘呢，是我们江西队的主将龚子豪九段对阵深圳龙华队的主将朴廷桓九段。那我们先去现场看一看。比赛依然是在咱们的长兴啊，长兴对，赛会制，可以说是高手云集。可以看到现场呢，基本上等级分靠前的高手，还有包括一些新锐，也都在参赛。那由于疫情的关系呢，如果是对到外援的话，依然是采用线上的方式。今天我们就要介绍龚子豪九段对朴廷桓九段的棋局。在历史交锋当中呢，朴廷桓是稍占上风。但是龚子豪好像赢了朴廷桓一盘之后，那个世界冠军就是赢完朴廷桓之后拿的。对。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江东润对古林毅，古林毅也是新升上来的开封队的主将。刚下完围乙，马不停蹄开始围甲。是的，而且也是在同一个赛场。很充实。对。然后我们看到是金明训对李清晨。确实现在对到外面米鱼亭九段，昨天米鱼亭九段是赢了申真旭，对，终结了24连胜，很重要的一盘棋。是，那今天的话，申真旭是迎来了蒋奇润，也是一个比较年轻的新锐棋手的挑战。那现在看到的是姜维杰对我们的王春辉，哦，小将。对，我记得之前看胜率好像小将发挥得很不错。现在看到后面，看看老姜有没有什么一些办法。确实现在在这个围甲的赛场中，经常可能起我们不是特别了解的名字，但他其实跟我们耳熟能详的高手下起来，对也非常的接近。也要准备好开始这个抓紧时间成长起来，挑起大梁了。是的，这盘棋是我们的世界冠军谭伟星九段对涂晓宇，涂晓宇也是第一轮战胜了朴廷桓。好，那我们看到赛场确实高手云集。那今天这盘棋依然是一盘网络的对局。对，中韩对抗嘛。是的，那我们先进入棋局。这盘棋是龚子豪的黑棋。上来是错小目，好，白棋新小目。对，黑棋大跳。二尖跳。现在非常常见的一种开局。对，接下来白棋是选的低挂。对，黑棋是二尖低架。选都有。昨天看柯洁这一尖高加，柯洁好像特别喜欢下这一尖高加。这样白棋跳完再反加。对，昨天讲了一盘棋怎么下的，这个是二尖低架，也很常见。对，白棋飞压，这个时候黑棋是不冲断的。就这个配置，反正也有的。对，这盘棋比较简单。但是爬好像从胜率上来说，爬应该是更好。冲断好像这个配置会降一点。所以也是比较简明。对，这个都是一选。对，建议棋我们也可以下点简单一点。这个简单一点。然后白棋震。对，震。黑棋。这个龚子豪，他第一轮的时候对姜维杰的那盘棋也是这么下的吧？那边好像是这样的一个配合，挂角小尖的一个配合。好像是第一轮吧，对姜维杰当时是这样，让白棋飞压。黑子冲断作战的一个下法。对，这边好像都一样。所以这个可能是龚子豪比较偏爱的一个布局了。比较熟练的，对，但当然他的对手如果他经常下，肯定也会做准备。那实战白棋是选的手脚。对，白棋是脱先换了种下法。嗯，那盘棋是姜维杰是飞压的，但最后是龚子豪取得了胜利啊。所以可能就换一下，对，换一种手脚。那这样的话，黑棋飞，对，这是个好点。这个攻守兼备的一手。扩张，这效率也很高。当然拆边其实也很大。对，因为白棋的这个配置对这条边的发展，拆一个其实也很大。对，走这个呢，白的就得先过来了。对，这个好点。这个肯定是一个好点。
然后黑棋再加几。这地方应该也是要马上走，如果不走的话，白棋下一手跳起来，这个棋的配合黑的不太好动手，再动手就有点被动。但是这个肯定也不肯飞嘛，自己围的虽然挺大的，但是白棋这个边效率显得有点高，这里面将来多少还是有一些隐患的，所以打入应该是第一感比较积极。跳出，这都比较正常。对，接下来黑棋如果普通的局部可能是拆二，但是他现在想要高效一点的，对，叉二可能有点不肯，叉二还不如跳起来吧。感觉这个时候根据地和外面的头，那还不如跳，感觉好一点。所以这也是现在这个单关跳比较流行的一个下法，就是对，在这边想要主要去。得看配合。他这个下完正好是个第二拆三，就感觉还行。现在白棋虎，黑棋长，棋力，拐过来，靠上来下成这样，应该是挺必然的。而且原本白棋可能虎了长是好心，但现在黑棋越后，总感觉白棋这两个字也会受到影对，响。虎了长看上去效率是挺高的，但这地方将来如果黑棋离有家子跟的头话，过这来，还有个点，对，对方如果是点看成完这样。有爬的手段，那也不能杀我。如果外面再有接应的话，咱白棋也要注意这个棋形，有个点的手段。所以未来双方在这一带走棋也挺大拆一个其实挺大的，因为感觉黑的怎么走一个像是先手，的。这点了爬有点顶不住。对，就一旦黑棋动出，这个白棋的淤形那好还像不活还，有点接受不了。对，效率就太低了。是白的。棋要稍微注意点，那地方挺大的。对，但白棋还是先动手，这也先动是，手，对，这个挺常见的一个后续手段吧。对，在很多时候可能没有这两手棋也都有，会下，对，都定式化了，这个他们肯定都非常熟练的。后续手段，对，这挺常见的，现在就基本变成定式。对，黑的是选择的是外扳，是扳下面的话，白的因为多了个跳，的，如果再下成类似的定这型。个棋粘上，白的可能立下作战，白的还是比较有利的。这逼一下感觉不得，把黑棋原本可能的顶啊，或者飞其他的下法，现在黑棋这两个字就有一点不压太力。成立了，对。局部白棋走多了，作战感觉还有利一些，所以黑棋实战选择比较简明。这盘棋感觉郭子豪的选择还是比较简明的下法，都是。这样白棋立，局部安定。对，看上去好像双方也是想把战线拉长一些。可能都属于中后盘很强的棋手，对，所以对前面，郭子豪印象中力量巨大，对，是那的。这盘棋的策略还比较简明一些，但这样白棋就扳一下，先手。对，这个就是这么定型的，白的压一个当也挺大，但暂时可以先脱先，这个肯定是不能去粘啊，这个这是一个关子了。对打的时候千万不能粘上。接下来白棋是将在这儿。这步棋就挺有想法的一手棋，也如是比果较你追求补，效我率。肯定是要一步虎过来。对，他就是 AB，但当然他不肯定不能被你虎过来，对，所以黑这的个是绝对不能接受的。也不能说 AB 见和，这黑的肯定头还是要出去的。但他的意思，如果你普通的走，那至少我这两个，对呢，对我的角度来他说是，比打入要好。对，这跳一下不会亏，本来打入被压住了嘛，对，这这个不严厉，所以，调这个，所以这个棋，咱们棋迷朋友们可以学习一下，这其实是一种思路啊。对，黑的也只能出头，就是看这几种方法找一个。对，长应该是最不能考虑的，对，因为这有点白棋好太像，没压力了。对，往往类似的形状可能会有飞的想对，法。这种都比长要积极，长可能太慢了一对，些。下一手会严厉一点，对，这样白棋如
如果是有的时候就当便宜了，其实很多对，时候这个确实是对，但挺。飞确实也不太可，白棋跳下去可能也行，但就算这么下，爬一个感觉黑的也，挺损的。这损的有点多。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位东西都没了，白棋彻底实地化变厚了。这手棋其实黑的就算补回来，白棋也不见得亏，掉一个其实不怎么亏。这个明显压思路，有点损失地。对，所以所黑以感觉在，这个时候的时机还挺好的。这步棋感觉像是一步好棋，感觉不错。黑棋有点麻。实战是选择了一个两边兼顾，补在这儿，稍微的对这边有一点帮忙。对，就将来这棋形可能有某种联络的方式，对。毕竟仅出白棋气了。但如果从跟这个打入比，那这两手白棋肯定还是便宜白的肯定是要比单打入好，对，感觉白的还是挺成功的。这下法我觉得白棋能跳下去，因为这颗子如果能吃了还是有点大。那之这前第一，欠的手段就不用对，补不了。用补了，我安定了，本来还没有完全活干净，还有保卫，所以这颗子还是隐性的价值还是挺大的。对，而且这样黑棋出头的话，它毕竟没有根据地，就是外面还是需要去把自己加强。所以黑棋先搬一下，对，所以这颗子黑的也是不不肯，肯对，他轻还是易，想，这切了确实效率有点高，这黑的不肯就这么被吃了，还是要拖回来，但是拖还欠点东西吧，应该说一手棋没有完全联络，没补住。有点薄。对，但现在白棋可能觉得这几个交换也便宜了。对，再走暂时好像是不怕。就如过果去，你就搬这边就挖，拿。暂时好像问题不太大。顶这个的话，是不是吃了不便宜啊？就。这上面两个被抽了，是不是有点痛？这样，就拔了吧，补一个，感觉这白的不便宜吧。所以现在白的可能也得保留一下，对，黑的太因为厚了，挖的时候是打不住的，打被一恰打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挖的时候被打这个，哎，但这样外面，外面倒是也挺，这一下，这打完黑的不行啊。但不是黑的，其实你搬我可以找我。个时机啊。你打的时候吧，你这样这一吧，瞬间，对对对，对，这个时候，操作一下，这个时机还这样还可是对。这个时机合适的，这你还得这样。以。对，这样我们，对，这个图白的不行，因为这样提，哎，还，或者我哦，打那个，吃这个会好一点，这样就我不打了是吧？退一个。这样好，对对对，总之，暂时好像不是很严厉，对，对于白棋来说。对，黑棋这个操作，这个次序还是最正确的。打完打那，搬这边不怕，搬这边也不太怕，搬这边好像更简单一些。对，这样打了粘，白的不敢断，断白的气不够。那如果只是活这点木，外面只是爬薄的回，话，可能白棋就觉得这个交换不便宜吧。保留一你下。保留一下，不是特别大了。所以实战白棋的调停环是选择了拆边，他觉得告一段落，暂时。永远的一个大场，永远一手棋价值。黑的还是总是不安定嘛，白的不走，黑的补一手，反正也是有价值的。黑的实际上是想压完补一个吧。对，比较厚实下的，白就的用一搬，个挖滚包的下法。白棋粘上黑棋，这样这块棋终于是厚的不得再厚了，非常但厚。是整体上来看，感觉上白棋速度挺快的。从白棋的角度，毕竟是我把两边都处理好。现在黑棋很厚实，以后白棋也补了一个，这不补的话，这地方就最简单就断，整块不活。总归是欠着。就如果你是对，以后往外走，而且这步棋形棋，不太好，这棋形下面不太好走，可能下一手。补一手还是厚的，而本身这个子吃了，它这个目数也不小。
对，而且走完之后，这打入好像将来都有可能性，所以这步棋对于双方的厚薄的价值还是很大，确实，而且从白棋的角度，毕竟他两边觉得都能走到，应该从心情上也是可以接受的。整体上来看，这棋好像实地挺均衡的，黑棋的贴目压力其实也不小，所以白棋其实不用下太着急，我觉得白棋挺从容的下的。感觉上实地保持均衡，白的就能接受。对，而且这盘棋的格局，感觉上双方在中间也不会有大空。对，如果是拉锯住的话，打得挺贴目散负的。担，就比较重。对，因为这个地方下完，双方都安定。现在其实黑棋反过来看，这手棋的效率显得不是特别充分，因为这手棋本来的目的是要扩张自己的模样的嘛。对。但这边处理完这手棋的价值会相对来说被贬低一些，对，随着白棋变厚，可能这个子反而自己以后还是有断点的一个。对，只有冲断，只有打入，还有各种问题。本身这手棋走了，现在这个局面来看，这手棋是不掌控的，对，等于被白棋的这个势力给限制住了。对，所以总体上来看，相较我还是觉得白棋比较成功吧。然后黑棋是打入，他还是对这里的点，各种点有一些想法。对，因为这个毕竟黑棋这厚，厚了之后，那多少能想占点便宜。对，但白棋是一个两边都要的下法，这个下法很实战。对，很直接。对，如果不是看棋谱，平时教学小朋友们这么下，可能会强调一下 这有点个，俗。不见得好。是，就非常的实战，因为他现在就是觉得我这里有一个弱点，但是我又觉得这手棋很那大，很大，这个棋是很对，大。他所以就用了一个非常直接的，但是确实一般我们这种形状知道尖顶完以后，这里面的点也好，或者从外面靠，本身这个形状并不是很舒服。对，而且把黑对手走强，本身自己收获，其实要打一个问号。很多时候这种顶都是俗手，对，但这个场合他，我们也很好理解，他确实想抢这手棋。因为确实你不走，可能人家一步到位或者飞，这个也有点受不了。对，所以咱们棋迷朋友们这个尖顶的下法也要自己根据实际情况去判断，不能说，朴廷桓就这么下，我们以后都这么下，对，每一个形状，我就，很多场合这么下是不好的。还是需要具体判断。对，这个他基本上就属于抢个急先手。对，而且从实战后续的进程来看，好像白棋效果确实也一般，因为好像黑棋点进来以后，白棋如果真的反击，这个地方还是有点薄。不反击也不能让黑棋回去吧？对，那就从它的效果来讲，确实可能尖顶还是要慎重，但因为，他的意思就是比我不走强，我不走你应该也不是飞，你是更还野，是。顶到一下尖到那儿，他比这样好，这样好像也不敢下去，这可能问题更大。就觉得，这，而且这个棋它是这样，你拐的话，黑的这再可以点一下，然后黑的一虎，你拦不住了。是，这个效率一下子就垮掉了。对，首先自己局部这个形状都快不活，然后黑棋的目已经对，快跟白棋差不多。这个问题不是说这个局部这点空的事儿，这个影响到这个脚步的实地了，所以它这个算是对脚步的一个预防针。一个保护，边呢，基本上他就算了。就这样嘛。但实战他好像没想算。也是要尖的，但因为还是这个问题，你如果这样。走完虎，这个地方还欠着，你还是。再补，确实可能有点委屈。如果不补这地方点，还是难受。对，等于你得用这个了，基本上人家搬你得靠这个才能够把脚上护住。那确实是有点损，黑的就变得很厚对，黑棋一手棋就把自己补得特别好，所以他不太肯。不但肯。是他反击之后，能感觉到这里明显确实破绽也比较多。其实还好，其实是稍微委屈一点，能连上它也算妥协了。实战反正黑的飞是七星，白的就是尖过，忍住。就过了嘛，也还行，就留下了以后一个黑棋，这个还挺舒服，就走完虎柱，很完整。很舒服的一个棋形吧。对。但白棋来说，确实他这个争个急先手，
把这个点的严厉性给它降到最低。这样，因为我们刚才说从时空上来说，白池一直保持均衡就行了。因为这现在你这个曲式外面不是特别重要。那这样告一段落，黑棋再挂角。白棋还是速度快。白棋这个盘的格局确实就是先把木捞住，又一个尖顶。他先跳了一下，他先对，跳这个，跳这个，这个就算了。也打入也不响了。感觉从招法上，白棋应该对局势还是满意的，因为看上去，比如说白棋稍微子多一点，这个还是挺现实的。这个很有可能吧？我觉得对呀，因为这我后嘛，个，总归不太想往这儿下，其局实。部好像你想吃我，打入。不那么容易吃吧？我感觉这白棋打入，头绪很多，就一旦我自己这边是不对，担心的情况。对，因为它黑的不够厚啊，白棋手段两边挺多的，对。就走掉了。也有利有弊吧，走掉了，反正他觉得。如果不走，对方逆手很大吗？也还好吧。可能也是对局势吧，他可能觉得是不是如果黑棋是围住一个三路控，然后我全局他觉得形势保不持错，后，对，对，他就可觉能也是得，简化局面的一种就是别下打法。入。朴廷桓还是很全面的。一直以来，我觉得朴廷桓的棋，他这个收束能力，各方面都很均衡，都很强。谷子豪印象中是力偏量，力战的，对。对，网名应城之霸，对，我感们的觉恶就霸，很凶，对，对，所以可能拉长战线，朴廷桓自信，对，觉得如果是咱们没有起这种激烈的肉搏战，那他觉得可对，能比拼功力还是可以的。对，黑棋其实这盘棋下的也偏简明，都对，是感觉都在蓄着力。双方没有特别复杂的战斗。现尖顶，在，对。就从招法上来看，朴廷桓很实战。然后再一个尖顶，就是防止你飞起来。对，飞起来效率有点高。对，然后再一个搬砖，确实感觉非常实用。是，对，你说尖顶完搬砖比直接跳二路跳就就多围几目。多一节，更实战点。哪个好也有利有弊吧，这因也为这很样黑难棋说。薄一点，这个对。词。尖完二路搬粘，更只能薄，说。饱满一些。确实是现在的下法，感觉如果往前5年的话，感觉在这个时候如果这么偏下，俗，对，会觉得就有是，点对，卖我表。们肯定觉得这地方不大，夹击打入什么肯定不响，但是要手脚第一杆自己跳一个，就不太愿意让对方子儿变多，就觉得对外面的影响。因为感觉上多了三四三目，四目对，的不样是子，一个对。多了特别多的感觉。但现在好像感觉都喜欢，就是先把木揣兜里，反正，反正也多，而且以后这边有点有断。你说黑的加强也强的有限，还对，是他可能觉薄的。得是不是有一天我反攻倒算我之还类把你的，走中对，了，所以现在是用了个搬砖，但接下来黑棋是进攻了，对。这我个们不的，进攻实控，好像贴木压力有点大呀。白的下的就是很实战，好，都在木上。控好像效率都挺高的棋形，对，两个大飞脚。看上去实地比较均衡，但那贴木压力有点大。所以黑棋现在要追究这块棋，白棋还没有安定。往这点，那这个地方点这个是一个棋形的一个要点吧？对，瞄着断点。那天看谷子豪跟姜维杰下那盘。去冲断完之后，他也是往这点的，就这个棋形就是点在这瞄着冲断。对，因为大家注意，白棋这样虽然能连，但是这个形状这一下交换，对白棋来讲特别重，也是轻易不下他的。就是想要对，这个效果。所以轻易白棋不对，会让黑棋如其愿。实这个他也是在想走角，但是寻求一种调子。对。那现在的话啊，实战也感觉今天朴廷桓也下得很简明，也没有追求一些就更高效率这的地方这。可能也不太好追求，比如毕说，竟打起架来自己可能不占理。是，这个你不走什么行我都给你冲断了，你压我就直接冲断了。就对，这可能就来硬的，这白的打不过。
现在就是我吃不掉你俩，我就很尴尬对，了。吃不掉自己可能忙不过来了。对，所以确实不好不补，因为行，刚刚走，说又不愿意你踢，肩我也冲断了。你反正你吃不掉我，我只要一算，你吃不掉我就是反手一记冲断。所以不那想好像贴，也没办也法，只有这个。对。这种局面你也不能转身嘛。比如以前这种棋形，我们好像是可以拖的，拖这完样就粘，转到脚里，对，就把这弃了。但是现在这局面，因为可你能又是变选挺择了大，尖对。顶，好像黑的这模样你也得提防着一点，有点大。对。什么什么随便来一个之类的，感觉效率挺高算算账不一定便宜，的。这个时候转角，所以虽然有点不舒服，但他还是想的联络是第一重要。还好，也没特别不舒服，忍一下，问题不但大。黑棋这个顺势长，肯定局部棋形还是比较满意的。对。然后白棋看看是怎么处理，啊，他就是往外飞。就是感觉朴廷桓这个棋你很没什么破绽，白的下的都很结实。对，不知道这个时候白棋有没有心情飞角，感觉空直接也有飞点进想去，要。直接飞进去。对，就外面不知道这个打的，对，飞看判断。角总是实实在在的一手。就是外面的目和角上的目，因为你出来的话，感觉黑棋肯定也会对啊，想要抢角，那走这个做一个选择。黑的要走这个，这不还得走啊？这应该白可能白棋还得补这一个，不走，有点要被你秀操作的感觉。这一拖是不是？我刚才就想能不能啊，直接就。直接拖？你这串交换，你好，我好像拖你只能退啊。那这几个交换便宜吗？像你这样，再飞。我等反击嘛，我就给你断，给你断事情，就算了，让你断了，然后我在外面走一个。哦，那倒不知道啊，那这，确实，我这一手棋，但是导师你撞了我几下，你也有亏的地方，我麻了，我在这个皮，撑住，有点这感麻好像，觉，但这个白棋的这一下，这个行为，对，还是有需要勇气，可能，顶了一下，好像也挺猛的，算了，所不以一不知定，道他可能也也有担心，有担心的地方。是的，这那就简个单一点。看得清，对，那黑棋应该会怎么啊？他并一个，总之要角。这样的话，白棋就整块都还没有活，还需要继续加那强。另一个你不走长一下太舒服就了，很舒服，又有目对，又这厚，地方就厚白棋还没眼。了。就是如果看成这样，这串黑棋攻击相当成功啊，对呀，感觉都白走到了，棋，里和外都走到了。而且还是没有活。重点黑棋全都厚了，然后自己没有眼，不而知道且在干嘛。一时半会儿也走不活。对，这种形状还是挺痛苦的，因为就很担心自己一个人跑。如果有人跟着我跑，还好一点。这串感觉攻击效果很不错啊。所以觉得虽然白棋下得很简明，但是黑棋收获还是挺明显挺舒服的，的。这黑的挺舒服，便宜了的样子。但他实虎战这，是破坏一下，还是要追究一下，你这也有点味道，顶在这。反正当双先看，比被黑棋长一下是要好一点。因为确实这个以后断完还有靠，就是冲出来以后还有靠下去，还有一点点指望。看看黑棋这里是不是需要怎么补强一下，黑是的挺要补的话，是不是本干手贴。算了？感觉走别的不便宜，有点帮他有点治病。先中后的感觉，直接补嘛？这地方还有扳，扎实些算了。实战的话是补这个啊，把这个虎住。虎这个，他这边不怕是吧？不怕吗？你刚断，才说的这个。好像看来是不怕。那我也不能把骑金器冲出来靠，是不是只能打了扳对，过？他可能觉得我这几下还是太损，给大家看一走下。完白的是不是方向不太对啊？对，就是局部虽然能靠下去，但是只要黑棋能保证这个子不死，我好像这个七伤拳伤自己伤的也很猛。先扳吧，你打吃也不着急。对，所以这会儿这边不重要，主要是这一块棋。
不太好走，没有特别眼力这的感块觉。棋太难了，这块嗯，棋一后这先手多，感觉都不太好跑了。嗯，所以本手白棋还是不能动出，可能不是不太是敢吧，不太怎么敢。做做眼儿，做眼不知道怎么做，有难度。也操作不活呀，主要是，嗯，那就要不用用外就面的。可能也都只有一只眼，你也不能直接钱不要打了，没法操作，你断一下不可断一下太损能。对，了，肯定。要不我就算，就这种新手，怎么中间给自己画一个，那黑的还行，嗯，那画你个造型，那，啊，对，那黑的补那个，他这边暂时不怕，你也没什么好棋，嗯，那还行。是的，哦，实战白棋的方向也挺有意思的，他白棋贴一下，贴一下，是马眼吗？做个眼厚一点。本来局部这边肯定是这个形状吧，对，以贴一后下我想要，木可能亏对，了。我想要分段或者进攻或者，他这个只能说就是把自己走厚一点，就是让你就扳他不就这个局面，他也别想着进攻什么分段了，就不给自己这个马念眼，想，嗯，自己。白眼，对，厚了就行，活了就行。他就是拼官子，就嗯，想的就是拼官子的一个格局，对。下厚一点。那他实战，对，我觉得下一手的方向，如果让我猜，我很难猜到，感觉。但这个我们刚才讲了半天，他这边他找不到一个好的发力手的，段。你嗯，说自己什么在外面飘两手，又不肯，确实有点太孤了点。嗯。但他实战给大家看，他从这个方向来，我也有点，总感觉不是这里薄吗？这边薄吗？就是他是这样，他就是他也算是间接帮这边嘛，走了这你可嗯，能得补，然后我再走。他有一觉个得，步调是吧？对，他觉得在补这边同时，这手棋它本身的价值还是有的，因为这冲嗯，断有目，不太好跑，如果不要的话，其实眼尖的十目棋，也有，对。所以这步棋走了自己多少还长点，这手棋。本身的价值十几目棋的价值也确实，因为这个局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东西了。嗯。那如果说十几目棋其实挺大的了，嗯，看就行了，因为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地方了。嗯，这么想还是能理解，能理解。但感觉这个实木，我不知间道，接帮一下。总觉得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在这一带补棋，其实对整个厚薄可能但这步。就是没有木，对，你在这边补棋，厚确薄实确实大，厚好，薄要嗯，好。但是目数来说，我觉得它这个比在这边补更眼肯见，定更大。对，更眼见为实一点。来看他实战，实嗯，战黑棋觉得这里需要，我觉得这步挺好的，我感觉，嗯，感觉是有它的道理的。嗯，那黑棋补在这儿，对，黑的本来就想补在这儿，那黑的补肯定是补在这儿。嗯，这下面双方就是什么？接一下，脸对脸，嗯，怼住，这有个劫，这个谁也不敢轻易暴动。嗯，都很重。就感觉互相对峙，不能乱动。长还是长？其实他就是长完飞的对，越我界，主要是觉得这两就是个，你就把它当成大场看，那他还是觉得大，因他为就实际大，上就相当于我走了一对。下，他补就一个，是没什么大东西，他觉得也不怕，也不那，用着急补。嗯，那我哪儿大呢？嗯，没什么大的东西，飞一个挺大的。是的，这以后还有骚扰，那对，他有一个，棋有点紧着黑呢。对，他有一个靠完一未来虎，的理想。这靠完一虎，对，如果你要是要木的话，我应该很快乐，我就这给你包住你。还能冲吗？就这应该不能，这是个。说来一个我最快乐的图，来一个白棋的梦想图。这好像裂开了，这嗯，你还得走。对，但是被全包住了。虽这应然该是还，白棋的理想图。对，主要你没长几目，这白出一道后势，这顶是，不住。所以虽然有这个后续手段，但黑棋肯定不会轻易如白所愿的。这你看这手棋还有后招，挺有东西的，嗯，来看看黑棋哦，黑棋提这个，收官了，那就是这没动，这没大的没了，东西了，这棋干，是真没东西了。没东西，收目，这棋，而且再走两步，连大官子都没了，已经要开始抠小官子了。嗯，确实，
但是这个局面是不是不是龚子豪最擅长的那种局面？嗯，有点像朴廷桓的风格。对，跟你这个像慢之慢的前黑抠。棋如果不提的话，他这种他觉得落空是吧？总感觉这种形状本来挺想趁也你没有虎的时怎么候我。攻，其实自己也不好下这个决定，有点就麻。怕有可能功亏了，对，有落空的确实，因可为能我们性。经常说，有的时候别人的棋不攻不活，一攻人家就对，十目活，这个也不想攻。因为白在外面都很厚，都活的，就这嗯，块棋攻不出什么太大的效果吧，也是。所以我们可能倾向于看得到的地方，不，就他是这个先应该攻，是先手呀。这个你脱先局部，这个还是很有，大。这个有点大。白的来这下是因为白的也是先手，所以才下的吧？这个不补了，本身这手棋有点大。嗯，应该还是要补。主要这个我们刚才说黑的不能出嘛，白的对，他就是想问一下，也是适应手。你走什么？黑棋说，反正不能让你，这个也很倔啊，不能让你包但住我。不冲好像只能这么下了是吧？嗯，但这个有隐患，白的打一下把黑打中，对，有一个，然后连接，这以后这个劫挺重。得注意点，黑的比白棋更重。嗯，当然一时半会儿白棋可能也不敢，但是这总是黑棋牵手棋，以后如果说哪天劫财不够，非要自己补一手，那这棋可能效率就不对了，这补一手太单关了。所以可能一会儿黑棋肯定要出头，他永远也不希望自己缩回去。出头，你只要没有连到家不活，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天，我感觉 是你的一个负担。缩回去的概率其实挺大的。嗯，对，白的就先手便宜了，白的再补回来，补在这关子最好是吧？是的，我觉得这串下完，白的感觉还挺舒服。嗯，但好像我看，如果是 AI 推荐的话，他老觉得这一代得攻他，就AI，好像他觉得双方就都应该攻。但是从我们的判断，就是如果你攻没有眼见的收获，你也不知道攻出了什么。人类跟对，我们。AI，AI 好像现在认为黑棋形势是优势啊，黑棋他觉得攻，他好像我看就是谁，他觉得能攻的不对，错，他能觉得攻得很好，能他觉攻得出东白西。棋补就白棋还行，但黑棋开始能攻，黑棋就不错。啊，但我们的视角至少在，尤其是这里还没撞气之前，对。就总感觉这白棋其实也有半只眼，这好主像要还得担心自己，对，而且关键不知道，就比如我如果这长了几个子儿，我到底对中间有什么用？其实我这还都欠着嘛，就其实对于这种虚的地方，确实是我们不是很擅长判断的地方。不好判断。你这嗯，到底上面怎么围，还是下面怎么定型？对。我以后到底是用这边的先手，还是把它上面包住，还是？但是确实攻几个，看上去。反正亏也不会亏了，就攻攻看。但现嗯，在，现在该黑棋下，黑棋现在还不攻吗？黑棋这，先打吃啊，就是间接的补一下这儿。白棋连，补你就开心一下，补也没补。然后再跳，黑棋这是，个攻的比较简单了一些，是吧？嗯。确实，你这个好像像是一种感觉啊，刚才说的总感这觉个这地方向。方，这是有点价值。他这个攻，那白棋应该会补。这个局部这块好像就不是很好攻了。他是不是他想要这边有什么手段？以靠一个，后靠我这局部是走什么的？靠我。好像有啊？首先我气劫，我是不能沾了走你那不个。能粘这个，粘这个我冲了长就只有打吃嘛。嗯，那我如果沾你这个。粘这个我冲完长，我刚才看你跳不死我。哦，这样，叫我直接捅，我只能这样，对，这个白棋气不够，好像被你快气了。对，这样的话黑棋确实有这个手段。嗯，但我如果加外面的话，局部好像我顶，你顶在这儿是吧？对，好像还挺厉害的这个，对，这好像，因为我挡你就再一顶，我粘你就征子我也不行。对，真不死，而且你也加不死，因为自己气也紧，对，这样加也加不给大住。家看。虽然局部我好像有一个跳夹，但是黑棋可以先把这个对，我打早掉。先你对，加我的时候我就打掉了，对，这样我夹不住了，就，夹不住，嗯，这都行。
对，因为气井，如果嗯，没有这边还行，现在有，这个还挺严厉的。这是一这个个靠怎么办？骑行的感觉啊，这那算他是一是不是种就可能有一点。步，对，我就出，我有一靠，还挺厉害。是不是也没什么别的下？加背顶，沾背，两个沾都除被冲非就只能什么散想办法了。连嘛，那这样黑的有收获，黑的便宜了，而且黑的冲过来，这白的形你只状能也回不去好。嘛，能回去贴的话就跳，有一种绕远路联络的感觉，对，连是能连，但是这本来白棋这是有点东西，有点潜力的，挺犀利的。那这样，对，我再打刀一下，感觉便宜不少。是，之前打的时候，但白棋可能还是想瞄着那个，或者白棋确实也可以看清，那就就是你说走别的脱去了。先，他觉得有点不肯。这个东西确实是哪天把黑棋逼回去，其实也是蛮现实的一种对，理想画面。有指望，有一个你不盼头。走，被人提一下，确实黑的补的就算效率很高不走的话，白棋可能就自己补一个，或了。者嗯，补一个不，吧。他觉得你有这个问题，我这个不用补。我顺便补。而且这个确实，这个很严厉的呀。那现在白棋先补这个，嗯，跳这个。黑棋，哎，也没直接来。黑棋还挺简明下的。黑棋的招法，感觉他对形势也挺靠满。可能也就是这种了，也就是跳着跑。那感觉实战黑棋的下法，他对形势应该可以，我觉得也对，挺稳的，他一这盘棋感觉双方都很有信心，都信真的心自满信，满。都很稳。各种选择上来说，都挑简明的下。你看黑棋一跳，白棋补一个，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问题就没有了。对，白棋不能再补了，再不补靠可能要死了。补一手，主要是补这个断点。然后黑棋就也把这个连上，好像黑棋对局面也也没还，想攻，不想攻。这一人跳一个，这叫攻吗？这个就没怎么攻。看来黑棋觉得只要你不敢跟我开上来，就我不缩回去，他就觉得局面也不错，他就把这加对，强暂时是开不上来，黑的越走越厚了，白的劫材确实是找不到，这完全没劫材，一时半会儿肯定是不能有这个念头。然后白棋中间补了一个，双方大打太极拳，这个 非常稳。马上就进入到小官子决胜了。那现在局面怎么样？形势？好像是说是黑的还不错的局面，大家看一下。29目，黑棋上方29。45，45，中间还有一点潜力。55目打底嘛，不算潜力，黑的55至少，15目，33，43。44、45、46、47、47、48，对，55，但该黑棋下，黑棋还有点潜还有点力，潜力，那、哎、好像是还不错。是黑的不错啊。所以感觉其实从进攻开始，白棋其实处理的是不是也有点简单？也，之前这串黑的看上去就是有点舒服，里和外都得到，主要这角也得到了，对啊，外边也挺舒服，是有所得，感觉这串黑的是应该是得分因为的。前面布局，其实我觉得白棋确实捞的挺多，感觉上从实控看还不错，但是黑棋这个进攻之后，白棋其实我觉得真的下的特别稳健，包括这种贴一下，感觉也是。还是有点损的，他只能说他为了活棋还是付出了点代价。对，但白棋你看他其实在这里走了很多手，本身不怎么长。被打到一下，对，不太打长到一目。下跳变先手了，确实也把之前感觉是不是得到的利益，感觉这地方又吐回去一些。所以其实回头看，我觉得白棋在这一代的投入不一定有他，比如说不损这一下，然后他可能要这个先手在这边来，可能未来还能瞄着下来，至少黑棋这里可能能少一点，虽然这边还是欠一点目。对，所以不知不觉间，黑棋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还是当占然了挺这个大便也难说，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刚才就当它不存在宜。了，对，毕竟是毕有。竟是黑棋的问题，所以你说黑棋外面有潜力，但是这地方也有弱点，也，可能还是一个比较接近，但是黑还棋是确接实，近黑的可以，就是黑的还是
完全可以的，我觉得可能稍好一点的好曲一面点吧。点。对，差距肯定是不大的。实对。际刚才点了一下，还是均衡的。虽然有点潜力，但是你这个弱点也很明显。而且弱点，白棋开劫它是可以搬着开的，哦，很重但啊。这个你真的非常的重，白的可能只需要一枚。虽然我们眼前看一枚可能都不好找，但是随着进程，如果出现一枚这个。你不，这个不能缩回去了。这个劫是比想象中要重的，把对，你只有如打。果打住的话，对，就是白棋开劫之前，让你这个劫变得越来越重，只需要一枚。但是感觉有一种万劫不应的，对，暂时是呀，暂时是。那万一定完形，外面有，对，所以这棋未知因素还是很多的，不好说。只就是只能说说。黑棋还不错，但时是控是还可以的，能不能最后保持到最后还是挺复杂的。对，这个弱点还是在。对，但接下来好像黑棋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误算啊？他在这个时候突然点进去了。我这个成立肯定是好棋，对，但是好像被飞住以后，那就是误算。那这个不是有没有这个纯误算？纯误算，这个你说不是误算，进去弃子，我是不信的。不知道弃子的收获在哪里。他就这个确实可能这个时他候，没想到被飞死，就是。可能有盲点，就是可能你有的时候算着算着，突然忘了一个。这个确实，因为看着其实不太像就被飞死了，但是好像现在是有点纯误算。刚好对，因为你这边不管你怎么去分段白棋，但是你现在外面是搞不定的，就是局部来讲，这个是不行，这白的就冲断你也不行，那这样不行的话，你就从这边来，再从这他应边，该只能这样，他就看的这个图，但这个图呢，有一白棋个问题。其实吃的已经是最大的那种，其实稳一点这个对吧？你好像他就算松你口气啊，这地方黑的都不敢。这地方黑棋要是硬个脑袋呢，确实是有一种使劲拱，几步脑袋一直往里拱，确实把白棋吃了。对，但是代价也很可怕，就是这边变得支离破碎，这是不行，这裂开了，这这是，个吃了12目干目，然后呢，白的还是很厚，这个角上裂开了，你这个夹可能都夹不到了，这飞完好一像顶，这边已经是崩盘的一个对状态，你这边还没活呢，这好像不行。这已经炸了，所以这地方应该是突然出现了，就是你可以把白棋这个盲点。团看成绝仙。哦，那就是没东西。那就纯送死。那这个黑棋还要再冲了断一下，感觉是不是也？不过有点稳不住，他确实这个时候如果一点被人家飞死了，实在是。不，如果说这个时候你要是调整心态，说我继续收官什么，外面走两下气了，那我只能说心理素质那非常人所能及。确实，因为这个总局面呢，本来就属于很细的局面，很微都弱是的差距。顶尖。高手的对局，你说这一下，你就算心态稳住，回头是岸，对局面他肯定也是一种绝对的悲观，不自信了，不是，肯回头再收了。这个回头收，这个，收不动了。这那我们看看是黑棋还有没有什么办法。心理上也无法接受。对，他现在主要是断成这样。然后不太好处理，他先这边打一个将，打将读秒了也。对，读秒了，再心态遇更到这样一个重击，绷不住了。然后经你过，像这个局面，特别是明显一个误算这样的时候，你说要是还能调整心态从头下，你昨天柯洁那棋他认输，是，对吧？最近，对，我感觉其实可能。时隔一阵子没有比赛，就是大家的这个棋感都没有达到自己最好的状态。我印象就是这朴廷应该桓第是一一轮个，的那个棋输的，我当时看的感觉他后半盘也挺，就是至少不是他自己最好的状态，感觉也是摆一盘明显的好棋。那然后，这个正常来说不应该。但今天是轮到我们的小姑出了一个误算，那接下来黑棋觉得正常收肯定是不行，他要开始找头绪。这不是进去了，这怎么正常说？打两下，打没两下。回头是岸，还是主要是心理调节不过来，有，咽不下这口气。好，
那就从这里看看能不能做点文章。那可能有点难，越走越远。白棋先补住，然后飞。局部是死的，主要是它飞。它是对我这边有一种玄学。好像也没有什么，不就还是这个应急、可能多了个飞，你冲下来之后，我是不是有飞这个可能缓和了一点？对，我是不是有另外一种什么跟你拼了的下法？但白棋说那好，我补一下。这主要是这个黑的不应也很夸张了，已经。因为你如果就算活个小脚，这个拐下来的问题依然存在嘛。这个拐肯定比那边大。但我不能硬了，我硬的话被你一吃，我这个进来又送死。硬的话真是什么都没了。对，所以我得契合。只能说是挑复杂的下，行不行已经放一边了。把局面导向混乱，然后搬。乱倒也。然后他如果再硬，这里面是。里边是啥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我就算不吃你，你就把这个角跟这个看成剑、剑合就行了、那个火角不可能比这个大的。而且这个隐患越来越严重。对，我这冲下来之后，我劫随便打了，我这不随都是劫吗？我感觉包括这一代可能都就快要被打爆了。而且白棋一旦铁活呢，白棋其实还是比较轻的，跟黑棋比。主要我冲下来之后，你还得后手做活，你尖到这儿，本来我这就轻很多了都，更轻了这个劫，难了。实战是先并这个，这个也真的白棋就先打吃。对，白棋这时候其实打吃啊，还朴廷桓还很清楚，他别上头，非要去杀角。对，就你如果比如非得受气之类的，那就挖了一顶，也不是说不行，但这个就有复杂的可能性。对，没必要，因为现在你看成剑合就行了。而且这个拔了，这外面也很舒服。挖了一下。挖一下是先手便宜。对，然后黑棋顶活。白的下的是最清楚的下法。拐一下很舒服，这拐，这好像已经难了，很突然。这都是先手，只能活到一。哇，这个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啊！这个白棋立，黑棋要做活，这个角上对，然后再被一点，这个边上已经快不活了，边上就是没活呀。局部是死的呀，就是你贴我顶完断，你如果再走我就脱先就行了，就把上面的眼一面，这下面吃我管，你提这有一个扑，给大家看一下、这著名死扑，这个算是一个基本功的手筋吧。扑这个局部是死棋，突然没了，整个边有点问题，这不能再硬了，再硬这一跳真死了呀，全死了。但是不能硬的话，那这一串黑棋其实火角的损失肯定还没有这个边上的大。主要这也没好损，这地方被我拔了也。对。损失也是眼见的。因为走后了，这地方还有一半段。就白的随便了，这地方杀不杀的，走后这地方还有一半段，这地方还有一个劫。对。这个角里团应该也是先手。有点难，这个劫打输了之后我好像是不是都是活的呀，我团你走什么呀，我你走什么，我挤好像还先手。就是四面楚歌的感觉，现在突然就稳不住了已经。不，主要是我就算你什么问题，这没问题，这没问题，这都没问题，是收控好像也不够。所以其实不会便宜，我觉得这个问题出来之后，黑棋再点进来应该是可能是一种玉碎的下法，虽然导向了复杂，但是反而把差距也拉开更大。但是当时你说这打两下正常收，忍不住了。而且可能确实客观来讲形势本来也只是很微弱的差距，这样一个损失也是有点很难再追回来。对对对。但我们看实战呢，黑棋没办法，还得做活，然后白棋还能顶，黑棋只能这样，被白棋把这吃掉，哇，真的好惨。吃掉主要你还得继续去做活。对，然后你还用一个这个，在这儿做出一个弯三，真的有点惨。然后还得驮回去吗？黑棋说我要补在这儿。哎，没有，黑棋。哎，黑棋秀了一手，黑棋补在这儿。
好奇。嗯，总归是不能，这个也下不出手。这个。他主要还是想说你没活，他觉得这个你白棋现在全场唯一没有明明白白两只眼的。白棋现在都不用弄你啊，白的嗯，只要活了，对，控黑的应该是不够的。所以这白棋个就缩活眼。角的转换整体来看应该是亏了，嗯，目数也亏了。是的，所以白棋的目的就是做活就可以了。嗯，黑棋破眼，白破棋眼，闪金，已经杀是拼到对。那应该确实，刚刚丁老师分析了嘛，其吗？实白棋收获肯定远大于角，走不动了这对，棋就只能就是死马当活马医的程破爷也太夸张了，度。这 杀可能杀。说说而已吧，反正 不能行不有行，试一试。真杀的念头，杀。奔着杀去嗯，跳。而且这还有个，得把这个团掉，然自后己已经挤掉，不用活了。不活了，因为这还欠着一个，不活了。好，但这我这不是先手吗？这不先手，跟你杀棋啊，杀有气。眼杀，行，先也不不问。敢说啊。但是 有眼杀我无眼是吧？大眼杀小眼。也不见得是。先尝，然后冲。这是真的大眼杀这小好眼像，吗？这好像是真没几口气啊！黑棋气也很少，但黑棋补在这儿，这个里面就更没气了。补在这儿还能怎么杀气啊？他应该补在这儿，应该杀不了。补在这儿应该是要坐回去的意思吧？坐一又个坐回去，翻译一下。啊？好像也看不出，哎，他就是要坐回去。然后白棋打吃，还是下棋？这，打吃我是得打了打是吧？打劫。我已经只能这样。哎，这样怎么感觉这还有点先手？不是先手，这不是被我搂死了吗？啊，行，假的，搂完一都是张，假的。这好对像吧？你太不简让我明了，粘这个，连打嗯，劫都没有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那就是头场，就球头场，是球头不场，行，嗯，真扛不住了。扛不住了，扛不住。那在提的时候，黑棋就不打了，因这为打个劫都没有啊，惨烈，尽死。对，感觉就一步棋一步棋，一突步然，棋。就后面的一连串都是为了这步棋买单。后面一连串只能说是试试看，他是选择了一种拼的下法，当然很勉强啊。但当时回头确实也做不到，也回头棋估计希望也不大。那这一下损的还是有点多，这一下至少感觉将近一个天目吧，对，五目棋朝上的损失。本来如果是细棋的话，也很难很难。嗯，而且确实，这盘棋本来其实就是厚薄唯一的变数。这个虽然目数可能不够多，但是这种格局，你如果赢个一两目，对他们这种水平来讲也很难追。再加上刚好失误完，马上又读秒，可能也想挑一个复杂一点的去拼一下。但是这种情况下，那白棋肯定稳扎稳打。确实太勉强对，就明显是非常，就是已经不算是普通的拼搏，就是基本上你大概知道人家可能十种里面都有好多种可以的，只是去赌一种希望，对，对，那种感觉。就是我打了个勺，我只能看看你能不能还我一个，对，就感觉是正常，咱俩推进 下去也对，不就行不了。行，我现在就换一个心态，就是你会不会出失误？对，能不能还我一下？嗯。朴廷桓还是稳，就没有给机会，确实对，没就办是，法，是的，就就白，一步棋。嗯，白棋就是后面只要思路很清楚，我别强吃你，然后我的收获一直都在。对，就简单说，吃可能也不是不行，就不吃是最简单的。这团你都不理我了，黑棋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勉强的招法。对，所以总的来说，这盘棋其实前面都还比较接近，可能其实。白棋对，顺一点，或者说黑棋进攻在这一带收获以后，都是比较接近，然后一方稍好的局面，但就因为一手棋的一个误算，
这盘棋主要就是101手的一个误算，一手棋就没了，一招不慎，满盘皆输。对对对，非常准。对，行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在这一盘主将战当中，朴廷桓就帮助深圳荣华队取得了一盘胜利。那我们这盘棋先为您解说到这儿，休息一下以后带来另外一盘主将对。